一雪前耻，今日我若能以剑术堂堂正正取胜，可否请阁下成为我孙氏大将，共建不世霸业？身为孙氏之主，我会拼尽全力说服阁下。 果然厉害，我落于下风，必须挽回局面，绝不会错过这制胜的机会。我在此时屈服，我将无颜面对负重。 这便是击败虞姬之力，果然还是说服不了阁下为我孙氏效力。但这番交手，令我了解到与阁下境界的差距。我会牢记阁下方才的指点，今后带领孙氏继续前行。